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第855页，855页第三行末后一句看起啊，这一段是说明入道，这个入道就是明心见性，方法很多，就84000法门，净土法门也不例外，就方法很多，归纳起来呢，不外乎两种，一个是理如，一个是现如，啊，这都前面呢，我们都学过了，行如啊，则有四者啊，单单讲心，例如上上根人啊，不是普通人呢能做到的。像六祖慧能呢，那是例如啊，一闻千悟，普通一般人呢要从心，心是修行，慢慢来，一步一步向上提升，这属于行。行里面四种，第一种是抱怨行，抱怨行也就是我们往年离开新加坡的时候，我写了一副对联，赠送给我所有同学啊，上联就是这个意思，除逆境，随我缘，无嗔恚，啊，这个很重要啊，我们怎么除逆境，怎么给一些障碍我们的人相处啊，佛教的我们用清净平等修，知道这些缘分都是过去造的一些业障，或者是先前所造的，叫报应啊，报应现前，虽然有苦难要忍受啊，不能有怨恨心啊，受什么样的迫害都没有怨恨啊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榜样，没成佛之前修菩萨道啊，修忍辱波罗蜜，被割礼王割截身体，这是最不能忍受的事情，他能忍啊，完全接受，而且告诉割礼王，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度你啊，释迦牟尼佛成佛了，第一个得度的乔成儒尊者，乔成儒的前世就是割礼王啊，佛说话算话，没有妄语啊，不但不怨恨割礼王，反而感谢他，为什么呢？他提出这个考题，
忍辱仙人通过了，忍辱波罗蜜圆满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间提前了。啊，世尊本来排列的贤劫千佛，他是第五尊，弥勒是第四。啊，因为忍辱波罗蜜圆满，啊，把他提在第四，弥勒排在第五。啊，所以释迦感恩呢，没有怨恨还感恩。今天我们遇到毁谤的、侮辱的、障碍的、陷害的，要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，知道感恩，不是坏事，是来考验我们功夫够不够。啊，在这个境界还会不会起心动念？还会不会想报复？啊，如果都没有，提升了，没有他的考试，怎么知道你的成就？啊，所以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，我们这一生才能有成就啊。啊，那么这第二个随缘行是随顺境善缘。啊，顺境善缘往往呢更容易让人堕落，不知不觉地堕落掉了。很可怕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欢喜。啊，欢喜容易自满，容易生起傲慢心。啊，这就堕落了。啊，一切顺利，别人看到你都恭维你，赞叹你，啊，来供养你。你在这个里面很容易起贪心，贪嗔痴慢非常容易勾引起来，你就堕落掉了。啊，顺境里面没有贪念，没有愚痴，你也就顺利通过了。啊，第三，无所求行。我们知道万法皆空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千真万确的事实。啊，今天科学家为我们做报告，他们看到了真相，这个世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是假的。啊，物质从哪里来的呢？是意念波动现象所产生的幻觉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真心不动，妄心动，阿赖耶是妄心，所以阿赖耶是波动现象里面产生的。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他做主宰。啊，随着他的变化，佛在经上常说，一切法从心相生，这个心相就是阿赖耶。阿赖耶起心动念，
意识跟莫那识之心，啊，意识分别，莫那执着，啊，前五识就落实在四相上了，前五识就造业，啊，清净心造净业，净业比染业好，净业吸引净土。啊，四圣法界是净土，染衣显秽土，秽土就是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里面又有善恶，啊，善业感三善道，恶业感三恶道，啊。不论是恶道是善，是善道，啊，净土是秽土，通通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所以菩萨在这个境界里面，他清清楚楚，寥寥分明，这是智慧，叫观照啊，啊，心怎么样呢？如如不动。住在这个世间是为帮助众生救护，自己求悟了之后帮助众生，帮助众生没有起心动念，这一点千万要记住，帮助众生自己有起心动念，自己在造业，啊，你一个善念造的善业，一个不善念头造的是不善业，啊，既然天天都在造业，这是凡夫，这不是圣人，啊，修行修什么？就是修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这叫真修行。啊，能够这样修行的，一生当中没有不成无上道的。啊，慧能大师做到了。积身成佛，啊，在他麾下很难得，有43个人做到了。这43个人都跟他一样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这一点我们要明了啊！大摩祖师传承禅宗，从二祖慧可到六祖都是单传，只传一个人。啊，慧能大师他传43个人，空前绝后啊！啊，六祖之前没有，六祖之后也没有，又传2-3个的。啊，43个人，有人根本就没有传人。啊，传一个的，2-3个的，啊，没有像能大师那么样深殊胜呢，这是语言不一样。
宗门如是，教下也如是。啊，教下是渐修，一步一步向上提升。这种人占绝大多数，所以释迦牟尼佛的事情，讲经教学49年，就是为这些人。啊，祖师大德常说，黄念老的注解也是汇集本，汇集了83种经论，110种祖师的著述，总共193种，收集的材料非常丰富啊，把材料里的精华都写在这个注解里头啊，所以这个注解是集经论各个祖师之大成，对于这桩事情讲得很多，讲得很清楚啊，提醒我们修行不是读经磕头啊，这些都是形式，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。实质是什么呢？实质是我们见色闻声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叫真修真心，千经万论了，总不离这个原则，与这个原则不相应就不是佛法，与这个相应就是佛法啊。所以修行在哪里修啊？日常生活，穿衣吃饭，待人接物啊，修什么？经题上讲的清清楚楚，清净平等觉，修这个，这是因。果呢？果是经题的上半部，大乘无量寿庄严，那果，那就是极乐世界。啊，大乘是智慧，无量寿是福德，啊，庄严是一切圆满成就，那果报啊！啊，大乘无量寿庄严就是极乐世界，就是阿弥陀佛。往生论上讲的29种清净庄严啊，怎么修成的？清净心、平等心。觉而不迷，那个觉是大彻大悟啊。单独的讲，清净是阿罗汉，平等是菩萨，觉是佛陀啊，全在经体上。这一部经啊，就是经题的详细说明而已啊。啊，注解是解释经文的。啊，所以，于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无所求。佛法要不要求呢？
现在要求觉悟之后啊，就要把这个求的念头放下。为什么？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求的念头，你有这个求的念头，你的自信被染污了。啊，所以到最高的这个境界，禅宗所谓向上一度，这个求的念头没有了。啊，求不求呢？还求。求是相啊，不求是性啊。性相圆融啊，离四不二啊，这就入进去了。啊，空有两边不住。啊，空是真空。有是妄有，假有，啊，两边都不着。最后一条，称法显，啊，法就是佛法，大乘佛法。大乘佛法是什么？诸法实相，真如自性。啊，为信经之理，因之为法。信经之理，这个理就是真如自性。与真如自性相应，这叫法。啊，与真如之理相违背，那叫非法。非法就不是佛法。不是佛法叫世间法，与自心相违背。啊，具体而言，不能说得太玄了，太玄了我们连边都摸不着。怎样才诚信，怎样才如理？利妄想分别执着就诚信，就如理。换一句话说，还有妄想分别执着就不诚信，就不如理。啊，佛这一种教诲，我们如果真的听懂了，听明白了，就会用啊。啊，在哪里用？穿衣吃饭，我还知不知足？我还分不分别？我还有没有起心动念？道在哪里呀？道就是佛了，佛就是道啊，无处不在呀，无时不在呀。问题是你认不认识，你觉不觉悟啊？你要觉悟，没有一样不是。
啊，你确确实实能在生活当中把妄想分别执着淡化了，那就相应了。啊，相应不圆满，你只是淡化，根没断。但是这一点淡化了，那个福德就不得了。啊，智慧福德就显现，淡化一分，透一分，福智；淡化十分，就透十分，福德智慧。所以要舍，要放下了。啊，初学的人要在事上去放。离摸不到边际啊，就从日常生活事项当中去淡化，不再讲求了，不再执着，功夫用得成熟了，理就明白了，又入理了啊，入理是真的就啊，在世上这样的修法，相应的修法，路是走正确了，你是走觉悟的路子，你是走成佛的路子，没错，但是现在还没到。啊，上上立根的人，他初学就到家，中等根性的人，时间长短不一定，啊，个人的缘不相同，个人用功也不相同，啊，我们必须知道，非常想用功，非常想相应，非常想快一点成就，为什么不能？不能的原因，你没有真看破，你没有真放下。啊，真看破的人彻底放下了，那眼前所拥有的这些呢，不爱死。为什么不爱死？它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，你一点都不关心了，一点都不操心了，这叫真放下。你还关心还操心，你没放下了，有没放下，没有也没放下。啊，有也好，没有也好，都不关心，不操心，这叫真放下。啊，这才是真正成就。啊，佛这个字的意思，彻底明了宇宙万法的真相，这样的人称他为佛。啊，佛陀这句话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意思，觉者就是觉悟的人，真正觉悟。圆满的觉悟啊，我们要把这个字认清楚啊。佛法是觉悟的方法，啊，学佛没有别的。
学觉悟，学做一个明白人。啊，明白人再不造业了，不造业才能够成佛，才能够往生。啊，我们这一生非常幸运呢，有这种殊胜的缘分，啊，的人生遇佛法，而且遇到大乘，啊，遇到大乘当中的净土宗，这不可思议，净土宗里面。能够遇到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，只有我们这一代人，我们前一代人没有见到过。啊，这个汇集本的完成，在抗战时期，啊，那个时候，流通的分量非常稀少。中国这么大，人口这么多，大概只有一两千册。啊，所以许许多多出家在家的都没有见过，没有听说过。啊，我到台湾。绿行老法师啊，这一位法师是将军啊，国民党那个中将，到台湾之后他出家了，出家之前跟夏莲居老居士学佛，也是夏莲老的弟子啊，所以将这个经好像带了五六本带到台湾，送了三本给李老师啊，李老师看到非常欢喜，尤其看到经本前面一篇长序是他老师写的，啊，所以在台湾讲过一遍，啊，自己用毛笔写了眉注，啊，就在经书的四周空间上写的注解，啊，以后再没讲了，也没流通了。那个时候。我们年轻，刚学佛，不了解佛门状况。啊，可能有一些法师提出意见，啊，不赞成这个本子。我跟老师见面的时候。老师七十岁，啊，他把这个本子眉注的本子给我了，我看了无量欢喜，啊，他的注解我看得懂。啊，我依照他的眉注，我也能够讲得出来。啊，那一年，韩馆长五十岁生日，我就提议将《无量寿经》来出售，
他很欢喜，印了3000本。啊，我到台中把这个事情向老师报告，老师说不行，你不能讲。我说为什么？你的资历太浅。啊，万一这些老和尚提出意见来，你挡不住我。啊，我们听老师的话，把这桩事情停下来了，改讲《楞严经》。啊，那么这部经一直到李老师往生，在台中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了。时间过了10几年了，都淡忘了。啊，这个本子在我手上。台中同学们没见过我啊，老师往生，我把老师注解这个本子印了10000册，分送给海内外，大家才看到。看到的人没有一个不生欢喜心，语言成熟了。当时我在美国，在加拿大，那边同学请我讲这部经。我记得第一次讲在温哥华，第二次讲在旧金山，先后讲过10遍。啊，回到台湾讲这部经呢，没有人反对了。啊，这是语言呢，语言成熟了，障碍就没有了；语言不成熟，障碍重重。啊，这部经先后讲过10多遍，最近这两次我来发行讲注解，啊，完全用黄念老，这个注解不容易，他身体不好，有病，而且很重，带着病不眠不休，6年时间把这一部注解写成。太难得了。啊，做这个注解是奉老师之命。啊，夏莲老嘱咐他，为这个经本写个注解，啊，他报病完成，报老师之恩呐，报佛恩呐，没有人知道他的辛苦啊，啊，我到北京去看他，亲眼看见的。他在世的时候，每一年我到北京都会去2-3次。啊，我知道他的辛苦，知道他的慈悲。啊，我来负责流通。啊，所以就发心讲注解。啊，我讲注解
这个注解就有人看了，就有人去研究了。晚年专学这一部经，过去自己没到场，居无定所，一生过着流浪生活。到去年香港同修供养一个小道场，很小可以不要流浪了，流浪要听别人的，人家请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自己有个小地方住吧，就不求人了，自己能做主了。自己做主是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85岁之后专讲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华念祖老居士的集注，我就专讲这个。一年讲一部，一部标准的时间是1200个小时。一天讲4个小时，要讲满300天。我带头啊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。求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。我这一生没有别的，把大乘佛法介绍给大家。晚年特别把《无量寿经汇集本》这个集注介绍给大家。这是我学佛的使命啊！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一无所求。国内国外不少同学到这个地方来跟我见面。求我常住此间，这是我做不到的。我还没有这个能力。我的寿命早就没有了，但有些同学知道。寿命早就交给阿弥陀佛了，佛让我多住一天，我就多住一天；佛让我立刻走，我就很欢喜跟他走。所以这个事情我不做主，阿弥陀佛做主，我得自在了。住与不住都一样。住在这个世间就是讲经，就是把同学们唤醒。虽然大家都皈依了，都受戒了，甚至有出家了，还没有醒过来。一切经里头，这一部经跟注
最起现代人的根基。啊，现代人真的是认识了，明白了，依照这个经的道理方法修行，没有一个不往生，没有一个不成佛。啊，一定要知道啊，往生成佛才是真正圆满啊，真正究竟啊。啊，你要不往生，不跟阿弥陀佛，你就错了，大错了，真错了啊！啊，所以经不能不读。啊，这个注解不能不认真下功夫去研究。啊，彻底搞明白，搞清楚。信心坚定啊，愿心坚固，绝不动摇，决定往生啊！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来 啊，什么都是假的，谁要就给他啊，我们所要的就是要念佛。就是要学无量寿经。啊，就是要把自己所学的跟一切有缘同学们分享。我们责任就尽到了。啊，其他的不是我们分类事情，移开放下。啊，此理众相皆空，无染无著。无此无彼，这几句话就是自信。啊，自信，真如是个什么样子？理跟相都是空寂的。自信的离体，不是物质。不是精神，也不是自然现象，所以用个空来做代表。啊，从体现象，这就是设法界一真庄严。这个相是幻象，不是真。六道十法界都是梦幻泡影，你要把它认清楚，在这个里面可以随缘，不要攀缘，在这个里面要样样放下。为什么？没有一样是真的，放不下就造业呀！啊，造什么业？造轮回业。轮回从哪里来的？是因为你造轮回业，就现轮回。你造地狱业，就现地狱；你造天堂业，就现天堂。设法界一真庄严，自作自受啊，与别人毫不相关。
那有人来欺骗我，有啊，常常有啊。这一天我跟道安法师学的，那道安法师在世，很多人骗他，而来骗的人都得手，老和尚都给他了。我们以为老和尚不知道啊。有一天我就看老和尚，老和尚告诉我，刚才的那个居士，我也认识他，见过几次面。你有没有看到？看到，在门口，我进来，他出去。老和尚，他今天又来骗我呀！我说给他没有，给他了。老和尚非常可爱呀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那你给他不是帮助他造业了吗？老二说不要紧，他虽然去造业，业关满盈的时候他会回头。他如果真知道每一次去骗老和尚，老和尚都知道，他会受感动，他能回头。啊，现在还不是回头的时候，别说。老和尚摄受众生，真有智慧。啊，一定到他感动的时候，啊，他来求教了，这才会告诉他。这就是佛法里头，先以欲勾牵，后令入佛智。啊，我们在道安老和尚身上学到这一招啊。这一句话佛说的，怎么做法，怎么落实，道安法师做给我们看。啊，真正修行人少啊！啊，道安法师，我们这一生遇到的人最佩服的，没有嫉妒心。啊，他在台北办大专佛学讲座，那个时候有学生将近800多人。啊，请我去做总主讲。啊，我讲经的时候，学生几乎都来做。讲堂做得满满的，他讲经的时候寥寥无几，只有30-50个人，差距太大了。啊，我上午讲，他下午讲，我跟老和尚商量，我们对调一下。啊，上午你讲，我下午讲。啊，他说好，对调之后啊，这些学生呢，上午不来，下午来，搞得我们没法子啊。可是老和尚一点都不在心，真难得了。你说一般人这个情况受不了啊。啊，他那个时候60出头啊，我们才40岁。老和尚大我20岁的样子。
啊，我只看到这么一个人，心胸广大，啊，对于后学全心全力的提拔照顾，啊，再没有看到第二个这样的法师，啊，真的是爱护人才，啊，给我们机会。啊，来领导这么一个团队，这个团队也会起很大的作用。啊，这些大专学生毕业之后到海外留学，很多在海外有成就了。啊，再一个在海外自己创业成家了，那我们都认识。我在全世界有这么好的法缘，就是这批学生。他没这批学生，谁知道你？谁会请你啊？啊，所以在全世界到处都是。那个时候我认识的学生，我们这个大专讲座，加上李老师的慈光大专讲座，啊，办了十多年了，学生差不多将近10000多人。啊，法缘从这儿来的。啊，他们邀请我去弘法。我也知道他们生活不容易。啊，尽可能的借神开销。我只要求他们给我买飞机票，啊，买车票，我不要钱，你们都替我准备好，到那个地方管吃住，不要供养，啊，尽量减轻他们的负担，啊，所以大家欢喜啊。我第一次到美国1982年，啊，到美国之后学生们知道了，不到一个月，啊，有20多个城市300多同学，他们就连起来了，啊，每一个地方讲一个星期，3-4个月，啊，1年去2次，在美国，在加拿大，啊，我们在那边成立30多个金钟学会，啊，还有南美找我，没有时间去啊。我介绍给别的出家人，啊，到那边去见道场，啊，以后在东南亚，在欧洲，啊，全都是这些同学做骨干。啊，我们非常单纯，就是一桩事情，把大乘佛法讲清楚、讲明白、介绍给大家。所谓师父临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你修什么法门，怎么个修法，是你自己的事情。这一生呢，过着释迦牟尼佛游牧的生活，
啊，所以知道事实真相，我们就不再有染着了。染是烦恼啊，染什么呢？贪嗔痴慢，这个是染污啊。染污的心，染污的行为是财色名食睡啊，七情五欲这些东西啊，所以我们学佛入不了境界，理不能入，行也不能入，这样搞一辈子，把佛法变成了学术，把智慧变成了知识，这个因果怎么讲法？我们有因果，不是没有因果。你把如来的法变味道了，不是那个味道。佛法的真味道，这个经上讲的标准三句话：真舍之己，真舍智慧，真舍利益，这是纯真之法了啊！我们把它变味道了，我们就有罪过。把它变成世间的学术，超越世间是能了生死出三界，变成世间的不能了生死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，把它变成世间法，这个错了啊！很多人自以为是，如果把它变成宗教，甚至变成商业化，那就更错了啊！佛法在现今社会很多花样啊，我们都要清楚，都要明了。我们的目标方向认清楚，决定不能动摇。今天如果不求生净土，亲近阿弥陀佛，别无二路。不可能有成就。八万四千法门不是不好，你烦恼习气断不了，你业障没法子消除啊，这些东西障碍你，何况还有外缘，意想不到的外缘，这成就真的很难。自己一定要晓得晓得的方法没有别的，天天学这部经教，一门深入，这部经参透了就见性了，参透了啊，一切经自然通了通了以后怎么办呢？通了以后还是学这一门，还是弘扬这一门，为什么？这一门契机，
这一门现在人能得真实利益啊，因为他可以不断烦恼，他可以不消业障，他能往生极乐世界，叫待业往生。实际上，待到极乐世界，业障烦恼自然就没有了。这个东西太妙了。所以烦恼不断，自然断了；业障不消，自然消了。啊，这个有道理，这个道理很深，都在这部经里头。啊，这是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，弥陀名号不可思议功德。啊，你没有搞真搞清楚，你不相信啊。虽然是有心，心里头有怀疑。啊，99%信，还有一分怀疑，那都是障碍。我们今天这个地方也算是有个道场，只要有道，所在之处都可以成为道场。啊，我们要学真正知道万法皆空，学什么呢？学不染，学不执着，真修啊，无此无彼，无有彼此，是什么？是平等法界。平等是佛法界，啊，没有彼此。我们要认真努力，非常认真努力，啊，取得跟阿弥陀佛相应，也就是取得往生真正的条件。什么时候能往生？随时能往生，你才真的大自在啊。想走就走啊，佛菩萨慈悲呀，要我留就留啊。周跟留是一不是二啊。啊，多得自在。故经云，法无有我，理我垢故。这是真的。佛法里头无我，无我还有什么好操心的？小乘须陀洹身见破了，知道什么？这身不是我，不再执着身是我。我有没有呢？有，不是身体。啊，世俗人说灵魂，佛家说灵魂也不是我。为什么？灵魂迷惑颠倒，我具足无量智慧、无量德能、
无量相好那生活啊，所以以用这个标准来说呢，灵性生活啊，灵魂不生活，灵魂是迷而不觉，灵性是觉而不迷，这个要分清楚啊，也就是灵魂糊涂啊，实在它不灵啊，叫迷魂，名副其实，它迷惑颠倒啊，它要真正灵了，他愿意住六道吗？真正灵，他不愿意住六道啊。外面的境界海阔天空啊，啊，迷了就出不了六道，啊，所以灵魂出不了六道轮回，啊。阿罗汉觉悟了，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，他超越六道轮回，他住四圣法界啊，住释迦牟尼佛的净土，不住秽土啊，离我垢，我就是染，染污的根源，智者信解此理，有智慧的人对这个道理相信，他理解啊，应当乘法而行啊，那么他的生活跟法性相应了，法性无我，他不执着于我啊，发心无间间贪啊，发体于身命财都没有贪着，可以舍身，可以舍命，可以舍财，他行菩萨道，菩萨道上贪舍施啊，就是布施，就是放下啊，他轻而易举啊，把这个东西全放下了啊，心无间隙，没有贪心，没有吝啬啊，皆达啊，达皆三空啊！啊，这个地方叫三空，底下有注解，这三轮体空啊，施者、受者及所施之物，三相皆空啊，他不施，没有想到。我布施什么东西，布施多少，布施给哪些人，没这个念头啊，布施出去了，心里头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啊，如果布施着相记得清清楚楚，它变成福报啊，来生大富大贵的这个果报，哦，不放在心上变成功德，功德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，果报不一样啊！啊，所以他明达理解三轮体空。自利利他了，庄严菩提之道啊！
啊，我们还没有到菩萨境界，我们把所作所为回向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天亲菩萨讲十九种庄严啊，二十九种庄严，我们把功德回向庄严极乐世界，庄严阿弥陀佛，庄严一切往生的菩萨，这个好啊。未除妄想，修行六度而无所行。六度做不做？做，非常认真做。怎么无所行？不着想，不施，不着不施的想，持戒不着持戒的想，忍辱不着忍辱的想，也就是修六度万恨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六度万恨都做得圆圆满满，在哪里？就在日常生活，啊，你每天要穿衣，每天要吃饭，穿衣吃饭，你们能不能修六波罗蜜？能。菩萨能修，我为什么不能修？啊，穿衣我怎么湿？我今天有衣服穿。想到现前社会还有很多人没有衣服穿的，虽然你没有布施的行为，你有布施的心，啊，遇到这些苦难众生，我真用衣服供养他们，我用饮食供养他们，啊，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张家大师教我要常有布施的心，啊，布施的事是缘，遇到缘有能力，要尽心尽力帮助别人。那我们在十年前，啊，整整十年，是意想不到的遇了个缘。那个时候我住在澳洲，澳洲格里菲斯大学、昆士兰大学，啊，校长找我。跟学校一些老师举行一个座谈会，啊，讨论的问题呢，911的事情，啊，恐怖的攻击，啊，这个事情是大事情，如何化解冲突，促进安定和平，这是讨论的主题。啊，我给这些教授们分析冲突从哪里来的，
啊，他们都没想到。冲突从自私自利来的，啊，深的道理很难讲得清楚，前行的事例很容易懂，譬如今天利益在面前，我们起念头起来了，是自利还是利他？每个人都说自利，那冲突不就起来了？我也要这个利，你也要，他也要，这怎么办？啊，都说我们的利益，我们国家的利益，那别的国家不就冲突了吗？啊，所以我就问我对面，对面坐了一个老教授，我看资格很老，跟院长坐在一起，美国人，我就向他请教，不是美国的教育，从幼儿园到大学研究所，是不是通通叫竞争？是的。我接着说，竞争在提升是什么？他看着我，没回答。我接着说，竞争提升就是斗争，斗争在提升就是战争。现在的战争是核武生化。同归于尽，我说这一个概念呢是死路啊，怎么可以这样叫法？古老的中国跟印度从小教小孩没有叫竞争啊，都叫让啊，小朋友叫他忍让啊，奖励他能忍能让啊，到大一点他就晓得谦让，将来踏进社会他懂得礼让，一路让到底，这个世界哪里会有斗争，会有冲突呢？不可能的。那么这种想法看法他们从来没听说过，所以第二个星期再邀我的时候啊，学校就请我做他们学校教授啊，送学位给我，我说这些对我们出家人没有用处，没有这个必要啊！大家想在一起聊聊天，这个很好，座谈会很好，我会来参加啊。可是学校校长意思不在此地，他说我这些想法确实能帮助联合国消灭冲突啊，你看他们用的字消灭冲突，我们中国人不用这个字，这字太狠了，我们中国人讲化解冲突啊，用那种字眼冲突就化解不了，你想消灭他，他想消灭你，那如何化解？啊，东西方这东西方文化不一样啊！啊，对于疾病，你看看，西方人讲消毒，
那个毒要把它消灭。中国人讲解毒，啊，把它解开。这理念不相同啊，就希望我代表学校，代表澳洲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。这样的一个原因，这联合国不会邀请和尚，他邀请的对象是专家学者，啊，是一些教授。我没有这些条件，所以马上就给我，啊，学校给我学位，给我教授的聘书，啊，我代表学校。代表澳洲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缘分啊，也是出家人的本分，帮助社会安定和平，所以我就接受了。有这个机会去看看，国际会议还没看过，83年第一次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活动啊，地点是在泰国曼谷，曼谷大学啊，跟泰国结了缘啊，泰国这个缘就以后有2006年巴黎的活动啊，巴黎那个大型活动我们做主办单位，是泰国大使推荐的啊，没有这个缘他找不到我们缘，是一个环节借着一个环节啊，我们要懂得把佛陀的教诲用在生活，这真实利益了啊，这真实智慧啊，如果学了用不上那白学了。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佛怎么教我们？我们要善于体会，善于应用。啊，故名称法心啊，你的思想行为与佛法相称啊，全用上了。这个六度不是用上了，我们参加联合国的活动是去布施佛法，去布施中国传统的文化啊，在那个场合里面就宣传了，向大家做报告，确实能解决现前社会问题啊，这机会嘛，没有不求，有我们可以参加啊，直接守规矩守法，佛法佛的戒律要守，世间
风俗习惯也要遵守。啊，不遵守是不遵守，跟人格格不入，不好相处。啊，古人对这个非常讲究，如今一定要问俗。啊，我到了这个僧俗的地方，问他们的习俗。啊，特别是哪一些忌讳的地方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不要犯别人的忌讳，与大家和睦相处，这就对了。佛法是最随和的，所以他没有障碍。你看到中国，马上就接受中国的风俗习惯。啊，印度出家人这三衣一钵，树下一宿啊，到中国来这行不通啊。中国人讲理，出家人是帝王师，皇上的老师叫他晚上睡在树下，叫他去托钵，这中国人做不到。看，一到中国来，啊，住的是宫殿。啊，穿的是四季的服装，饮食起居跟中国完全相同，他才接受啊，欢喜啊。那么佛法传到现在，全变质了。啊，一些仪规祖师制定的，现在也都变质了，味道不一样。我们要想把传统文化再找回来，把大乘佛法找回来，首先第一个步骤是要人认识传统文化，认识大乘佛法，那就得把教义讲清楚讲明白啊，活活泼泼地表演出来，让大家生欢喜。啊，告诉他，学佛对你一点障碍都没有。啊，对你只有好处，没有障碍。这才愿意接受。你想发财，佛法帮助你发大财；你想升官，佛法帮助你高官，谁不愿意呢？啊，但是这个里头有道理，如理如法，你得的名利是正法。啊，违背了道理，你所得的来的眼前得到后患无穷，不是真正的福报啊。啊，所以日常生活当中这五个都要做到，从早到晚，处事待人接物全要用上，要忍耐，要精进啊，要禅定啊，定顺心要是定的啊，心不会被境界所转
有理智，不用感情。啊，六度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。脊柱里头形如这四条里头，他特别引第三，无所求行，世人常迷，长时间迷惑颠倒，处处贪求啊，这个错了。处处贪求的果报就是六道轮回啊，永远不能出六道啊，苦不堪言啊。啊，贪求道的来生还得还债，六道里头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啊！这太苦了。啊，这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智者悟真。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他就悟。他知道事实真相，事实真相知道之后，安心无为，他的心是定的，他能够安于现前的状况，绝对不会为非作歹。啊，他知道万有皆空，所以没有希求。啊，中国古人所谓人道无求品自高啊。人生在世，生活需求很简单啊。啊，能穿得暖，吃得饱，有个小房子遮蔽风雨，足矣啊。那我们一生没有福报啊，没有住处啊，啊，过的是流浪生活，流浪生活过惯了，什么都好，随遇而安。啊，一丝毫执着都没有。啊，是真无求。顺道而行，故谓之无所求行。啊，随顺，随缘。啊，一切都不需要去计较，什么都好。那么由上可见，无希求想就是无所求行，业务不希求想啊，不希求也没有，希求不希求都没有，那就随缘，什么都好，恒顺众生，
随喜功德。啊，我们在今天一定要想到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怎么创立佛教，传给后世。要学他，为什么佛法在今天实质上没有了？那么有的就再创啊，再创的用创教的这个理念呢，创教的方法啊，所有一切依归后人去建立啊。释迦牟尼佛时候没有啊，都是以后祖师建立的啊。世尊当年在世一生开悟之后49年讲经教学，除这个之外他也法不离了。啊，戒律怎么制定的？看到这些人作恶，造孽造孽，这才制定。啊，这个事情不能做，杀生不能做，偷盗不能做，淫欲不能做。啊，看到这些人犯这些过失，这定下来。啊，我们今天学习释迦牟尼佛的理念，释迦牟尼佛方法，释迦牟尼佛的经验，就能把佛法找回来。啊，传统文化亦复如是，现在全都丢失了。啊，丢失了再找回来不难，不是找不回来的。啊，只要真的有心，肯定能做得到。啊，孔子那个时候跟现在相仿佛，现在是这样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啊，周朝末后的500年。乱世啊，前面300年好啊，周王做得好啊，带领得好啊，后面的人从小长大的享福，没吃过苦头不知道啊，贪图享受，世风就是瞎了啊。孔子生在春秋时代，乱了；孟子更乱，战国时代啊。这两位父子在乱世到处劝人行道啊，但是没人相信，没有人肯接受我啊。孔子的影响力太大了，你看每到一处，这国君对他敬而远之，他的智慧学问佩服他，因为他影响他啊，他学生太多，这3000人呢、啊、72个杰出人才，人家不敢用的什么，怕他篡位，怕他搞政变，不敢用他。
孔子老实啊，决定不搞革命。为什么呢？不戴这个头，这个头不能戴。说法啊，有学问，有德行，没有人肯用，回家去教学。啊，把这些智慧学问传给地下一代做这工作。所以周游列国十几年啊，最后回老家教学。回去那一年68岁，孔子73岁过世，实际教学5年。啊，5年教学的功德，他在历史上被称为至圣先师。孔子在世，连做梦都没想到啊！如果要晓得有这桩事情啊，我想他30而立。那一年就开始教学啊，释迦牟尼佛30岁开悟的，孔子32立，涉无有志于学32立啊，那会学释迦牟尼佛了。如果是一生教学，那他的影响可太大太大。释迦牟尼佛教了49年，孔子教5年。所以我们看历史上的人物，真正有智慧、有道德、有学问，几乎全是从事于教育工作。这个工作清高啊，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。所以他什么都不求。简单生活能维持。得天下因才而乐于之。这是多么快乐的事情。多么幸福的事情。所以一法不立了，是真无求也。真无求，你就真清净、真平等、真觉悟了。还有求的心呢，还有希望的心啊，错了，这心不清净。又无希求呢，就是无为。无为就是无作啊。夫子一生没有创作，没有发明。无不希求呢，就是不住无为。不住有为，不住无为，这叫中道，这就是随缘。有缘可以做，没有缘不做。这都是在我们要没有澳洲2个大学的缘，我们就不会去搞参与联合国的和平会议。不求这些事情，有这个缘的时候呢，也可以随缘。为什么？整个世界乱了，
帮助世界恢复安定和平，这是慈悲，这是利益众生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菩萨应该要做的。啊，做没有鞠躬的念头。啊，汤池小镇的实验，联合国比出来的，我们做很多次的主题报告，大家听了很欢喜。散会之后，我们在一起聊天吃饭，就有一些会友来跟我说，说我的报告很好，这是理想，是做不到的。啊，我听了这句话，当头一棒，这个问题严重啊。对古圣先贤呢，没有信心啊。怎样帮助这些人建立信心？只有一个办法，做实验。这科学，科学拿证据来。啊，所以才有这个念头搞实验。大概找了两三年了，语言都不成熟。啊，2005年回老家，70年没回去了，回去看看。啊，还有一些族兄弟、堂兄弟，啊，家族同辈分的还有30多个人，啊，聚集在一起。我把这些年的事情向大家做个简单的报告。啊，知道我在干什么事情。啊，他们晓得我想做实验。啊，大家很高兴回来做，我们支持在家乡做。啊，刚好汤池小镇那个房子要卖，政府的，他们迁移。啊，有30亩地。啊，政府领导要非常合作。啊，希望我做这个事情。啊，这就这么做成。意想不到啊。我们预定2-3年才能做出成绩。没有想到。3个多月。成绩卓著。我们在这个实验里面得到2句话的结论。第一个，人性本善，证明了。第二个呢，证明人民是很好教的，就是没人教，一教他就懂了，就明白了。啊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啊，怎么样到联合国做报告，这才能产生很大的效果。我们找联合国难了啊，可是5月，2个月之后，联合国来找我，这机会到了。啊，找我，我都不敢相信啊！联合搞的找的是会员国，不可能找到我们金总学院。啊，我们派3个人去打听，在巴黎打电话告诉我，真有其事。他们找的是泰国，
泰国大使推荐，邀请我参加主办单位，都是缘呐。啊，这种成功，我跟汤止老师们说，决定不可以鞠躬，不可以傲慢，这个成就不是我们做出来的，祖宗之德，三宝加持。啊，我说我们要鞠躬，那就有罪了。啊，一切成就归功于祖德，归功于三宝。啊，所以要懂得鉴别缘成不成熟，缘成熟可以做。啊，做成功了，影响很大。啊，今天国内对中国传统文化醒悟过来了，对海外影响很大。啊，我们在马来西亚能办个汉学院，得到两位首相的支持，这都是从汤池成就让人家产生信心啊，对海外的影响。啊，所以佛法何学何用啊，不是时代版的。啊，以上都是名极乐世界菩萨平等有差的妙德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